是我自己的创作，我都是以动物为主题来做创作，因为我自己养了十只的猫，两只的狗，是个三只的狗，对，所以我们就是以我对我们家就平常都照顾他们，所以我就对他们的爱，然后就是呈现在我的作品上面。像这个系列叫囧系列，就是当人遇到一些比较让人困扰的事情的时候，就会发出就会有念旧的这种表情，这样。